讲的是林嘉丽大爱剧场自从我要报考戏剧系。人生在世吼，有时阵也是莫想计较。给我一个厌世愤青。Go！ 当年有才调甲陷害，今嘛咱就来好好赚这条生。啊，我要转哪边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给我一次。配合15，配合17。林嘉丽，你会不会演戏啊？我觉得我以后会后悔。当你接触到表演的时候，当你这辈子下定决心成为一个演员的时候，那个东西你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他可能我都不知道清楚那个力量从哪里，他可能从地底钻出来的，但他就一直存在你的身体里面。大家都认为你是戏妈，其实我还想戏妈。如果可以透过你的演出，让观众找到当年的感动。